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宣讲经文咧，系取自约翰福音十三章。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嘅，系可以打开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一段好熟嘅记载嚟嘅。咁请听我读出十三章第一节：逾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嘅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如此，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是有福了。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愿意今日你自己嘅圣言，再一次系向我哋说话，你自己嘅灵喺我哋生命当中做感动嘅工作，让我哋能够系明白你自己话，你嘅灵开我哋嘅心窍，你自己亦都加力量俾我哋，让我哋明白，亦都能够系实践，叫我哋满有上帝嘅灵，就能够系实践到出来，而且是有灵力地去实践，不是不汤不水，不是半推半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忠实的见证人。你今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所有所做心里面所思想的，求天父你自己悦纳，蒙你自己的喜悦，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这段经文好熟，一般来讲都未必一定是其实这个季节讲的，可能都是三四月啊，这样在受难复活节之前，因为起福音书的位置上面呢，约莫都是那个位，耶稣同门徒洗脚，而且呢在第十五节那里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作为你们的主，作为你的夫子，主对门徒说，尚且洗你脚，所以你们都应当彼此的洗脚。这个讲法，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但是似乎教会，历代的教会，我怀疑当时候的门徒都不将这句说话是当字面来到是理解，所以主叫我们彼此洗脚。好，我们以后呢就每个礼拜或者是每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洗脚啦。似乎都冇咁样嘅现象。而我哋今日肯定喺教会里面冇乜几可彼此洗脚啦，系咪？我唔知大家有冇做过咁样嘅事情。喺四福音书里面，彼此洗脚亦都唔系主耶稣同门徒嘅关系，主耶稣服侍门徒嗰个嘅常态。常态就系门徒服侍返主耶稣，你知道啊。耶稣是洗啲门徒嘅，是差遣门徒做呢样做嗰样，
门徒牛牛地啊，心思都唔精灵嘅时候，讲到十万八千次都唔明嘅时候，耶稣仲闹班门徒。所以常态呢其实唔系同门徒洗脚，不过就系有一千零一次，就系嗰一次喺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系耶稣同门徒洗脚。而我哋今日唔洗脚，因为早期教会亦都唔系咁样嘅理解。早期教会里面冇一个洗脚文化。我哋有圣餐文化，系咪纪念主为我哋死，为我哋付上佢血所立嘅新约。咁呢个唔系淨系圣餐嘅时候一个月一次先至纪念主呢样嘢嘅。我哋每次崇拜纪念主日系主复活嘅日子，七日嘅头一日。每次纪念主复活呢就系连同主为我哋所摆上嘅牺牲嘅生命嗰件事都一同纪念啦。我想佢有呢个文化。而事实上呢教会早期教会一路以嚟将呢件事主耶稣替门徒洗脚呢件事呢是睇得更加远大啲嘅。呢个系一个嘅象征，系指向一件更加大嘅事。好似保罗喺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至八节嗰度所讲啊，你本有上帝嘅形象，之前讲要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嘛，第五节。你本有上帝嘅形象，却唔以上帝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嘅样式，取咗奴仆嘅形象，而且呢系至今卑微，系死喺十字架上面。咁所以耶稣替门徒洗脚作为一个事件个象征意义，系似乎系指向一个更加大嘅，主耶稣已经做咗㗎啦，就系成为人嘅样式嚟到世界上面。所以有时呢我哋喺一啲学校嘅礼堂嗰度呢都有匾额用文言文写嘅，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人子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那个洗脚那部分都只不过是一个 show 来的，其实是。所以这个题目啦，做 show 的，或者广东话做 show 啊，做 show 的耶稣。你唔惯听我哋嘅主做 show， 做 show 喺我哋而家咁样香港嘅文化，尤其是香港政治文化里面有个恶名嘅。我哋话啲官呢不实事不干啊，淨係识得落区做 show 啊。咩意思呢，就係根本呢你真真正正啊有啲嘅问题啊，社区上面社会上面市民嘅问题，就唔真真正替我哋处理好佢，然之后呢就一味出镜上镜做一啲呢係个个都识做，冇咗你去做都冇所谓嘅嘢做 show。咁当然有冇干实事呢，其实有理据同埋事实可以分析可以观察到嘅。亦都唔需要因为佢落区就咁样话人哋。有时我哋都会睇见呢唔同嘅公众人物，尤其是呢两年两三年啦，其实系第一届政府系开始有啊，就住佢一啲所犯嘅错误呢出嚟公开系道歉，由仙股事件一路到而家。咁我哋又可能会话比较 cynical， 比较犬儒啲嘅时候呢，我哋香港市民呢，我唔会话香港市民系粉世疾俗嘅 cynical 嘅，一般嘅翻译系粉世疾俗啊。香港人一味一日到黑挂住搵钱，点会粉世疾俗先㗎，系咪？咁比较犬儒啲嘅时候都话啲人呢度做 show 嘅啫，即系佢哋走出嚟鞠躬，系因为佢哋参与嗰个文化系成为一个文化啦。即系做咗就嚟鞠躬做 show， 冇诚意嘅，唔需要有诚意嘅，系嗰个唔需要一定包含诚意嘅，做咗就系啊，咁事情就解决，冇乜其他嘅后果。呢个成为一个文化，我哋睇系日本嘅政客咧，已经做咗好耐噶啦，佢哋鞠躬系肃然咁鞠躬，鞠咗好多次噶啦。我哋而家咧呢度都开始，香港亦都有呢种咁嘅文化。所以做 show 呢就有个负面嘅感觉啦，做 show 有脱离现实嘅意思，与现实不符啊，你做 show 真係有时候呢係有话对方做 show 呢，就係话闹緊对方，指责緊对方，係表里不一致嘅意思。咁但係做 show 系咪真係唔得先，系咪真係咁差劲先，做 show 系咪是非系一个负面嘅行为先。咁我又觉得唔系喎。第一就是 people love a good show， 我哋都鍾意睇 show 嘅，第一就係、是、你係咩 show 都好啦。
我鍾意睇 show 嘅，尤其是一个好嘅 show， 我哋係鍾意睇一个好嘅 show 嘅。而且当係冇脱离现实嘅意思，係冇不实嘅情况，冇掩饰嘅居心嘅时候，点解唔能够做 show 先嘅？如果你攞字面嘅意思做 show， 就係去 show 俾人睇啦，係咪？去 tell 话俾人知啦 ，to demonstrate 係表示一啲、表述一啲嘅嘢啦 ，to display 你又查字典啲，全部喺晒度嘅 display 摆出嚟俾人睇啦。咁都係要话俾人知一啲嘢咁解啫。问题就係做 show 嘅人想 show 俾人知啲乜嘢嘢啫？想 show 俾人知，我已经同你道咗歉啦，想 show 俾人知我都识落区啊，亦或想 show 俾人知我里面同外面我真係咁样样嘅。所以喺呢度呢，我要话主耶稣基督系做场 show 喎，因为第一就系咁多嗰几年呢就做过1001次嘅啫。第二呢就系主耶稣根本就系佢哋嘅老师，唔系而家好似做 show 咁样，系学似奴隶嚟到系服侍嗰班嘅学生。你知道喺犹太文化里面呢，是连犹太的奴仆都不需要是替主人或者是客人，主人叫的客人啊来到啦洗脚过。这些是留返给那些是外邦的犹太人，如果有畜奴的话呢，是外邦的奴仆来到去做的。即是他们不似做这些人，都不要叫我们同乡自己做啦，真的是很低的。主耶稣做这件这样的事在门徒身上。门徒有啲呆呆地嘅，其实阿 Sir 做呢样嘢发生咩事呢？其实佢哋个个想出声嘅。不过咁当然佢哋大家都知道有人会出声㗎啦，所以佢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静嘅洗脚 ,ok, 排队洗脚。唔需要问嘅。有冇问先㗎？因为有人会出声㗎嘛，嗰、那个系彼得啊，彼得一定出声嘅。一定会问嘅。你唔可以洗我脚嘅。咁当然主耶稣话你唔俾我洗脚就同我冇份啦。咁即刻呢彼得就话吓、有份啊，同呢个系有份，好似一个礼仪嚟嘅，做咗就有份啦，我咁全身就洗晒啦。彼得会系问耶稣，系唔俾耶稣做呢件嘅事情，系因为呢件嘢唔得唔通啊。主耶稣话你而家唔知道我做嘅咩，后来会明白。咁但系我怀疑其实佢哋系都开始明白噶啦，佢哋争啊。争上位啊，都仲会延续多一两日、一日半日嘅。但系好快，佢哋所谓后来冇讲系后来，20年之后服侍咗10年之后先至明白，而系好快嘅后来咧，佢哋就会知道到底主耶稣做嗰件事系一回咩嘅事。所以我话主系做咁 show， 但系佢到底为乜嘢嘢而做呢个 show？ 呢个 show 到底意味住啲咩嘢？如果我哋系唔需要彼此洗脚，好似主耶稣字面嗰度叫门徒彼此洗脚嘅话，咁我哋又要做啲咩嘢？仲有咩好做先啊？如果系咁嘅时候，系咪？佢做嗰件事就系洗脚啊嘛，咁唔使洗脚啦，咁仲有咩好做啊？主耶稣吩咐，到底吩咐系咩啊？我谂仍然有好多嘢喺呢段经文里面系值得我哋系思考，值得我哋系跟从，同埋好似主耶稣讲要效法啊，要跟要 set 主耶稣为我哋成建立咗个榜样，系要跟主耶稣嘅。约翰喺系 recall 呢件事嘅时候咧，喺13章第1节，佢话喺嗰个场合里面，佢对嗰件事嘅理解，对耶稣佢嘅主啊心情嘅理解，佢话佢既爱世间属自己嘅人，就爱佢哋到底。主耶稣好似仆人咁样，或者甚至做一个犹太奴仆都唔会做嘅嘢，系服侍嗰班嘅门徒，然之后话你哋亦都要咁样嚟到去做。约翰嘅理解就係话要做到件咁嘅事情呢，要能够服侍对方呢，係有一个先决嘅条件。喺呢度呢，主耶稣有个条件係出于个爱心。有爱心先至能够做到嘅。要服侍对服侍嘅对象都要有爱心喎。你可能係觉得对方好可怜，所以我服侍佢。你可能觉得是对方有需要，所以服侍佢。你可能觉得咦，咁样服侍可以积财宝在天，所以你又服侍。可能
因为传道人指导落嚟啊，唔够人，咁又服侍啦。你可能好鍾意咁样嘅服侍啊，又可以企下出嚟，或者又可以系做某啲我鍾意做嘅嘢，所以你又去服侍。啊，圣经里面都冇话呢啲嘢系错啊，但系你有啲嘢系不可缺少嘅，一个也不可少啊，不可缺少嘅嘢。你有其他嘢，问题未必一定好大，可能冇问题添嘅。但是你冇咗呢样嘢呢就比较窄细啲。喺呢度主耶稣服侍嘅出发点係因为佢爱。咁爱系一件好难有嘅嘢嚟㗎，其实尤其是对所有嘅人啦。但係喺呢度嘅环境里面你发觉呢主耶稣喺约翰福音嚟到呢个阶段，约翰福音里面讲爱呢，我成日諗系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啦，甚至将佢独生子赐俾我哋呀之类。咁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讲爱最大的篇幅其实13至15章，不是前面，前面没什么地方讲爱的。其实13至15章当耶稣主耶稣同门徒起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一段的时间讲了很多东西。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都有很多不同的讲论的，但是讲最长篇大论连贯一起记载的就是由这里开始。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进入最后一个礼拜。是围内的人来的，是属于主耶稣的人。这里说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到底，当时候世间上面属他自己的，后来世间上面属他自己，包括你和我。所以我们又不需要一下将目标扩到这么大，全世界人都要爱，博爱，但是起码要爱你见到的弟兄姊妹嘛，这个圣经里所讲的是你叫得他做弟兄姊妹那些嘛。咁呢样嘢咧系恒常地要学，恒常地要操练，唔容易地去操练嘅。咁当然，我哋几时都可以有好多事情嚟到借镜嘅，好似屋企里面自己屋企人嘅爱，有时对外人系难嘅，真系有先后次序噶嘛，系屋企人先至外面噶嘛，系咪？有一次有对夫妇系校友嚟嘅，毕咗业啊，个先生唔系校友，个太太系。咁啊，两家都喺唔系见到校友，我意思系喺一间教会里面系服侍。咁咧，个先生咧有次带 cam 入嚟系见到，就喺礼堂嗰度有聚会。太太咧，佢两个啱有 B B 几个月啫。咁太太就第二日咧，亦都系帮佢手带领一个聚会，咁啊推埋 B B 过嚟啦。咁啊聚会完咗，咁你知道有 B B 就成日都要 check 嘢噶啦，好似揸住部车要 check 下计油啊，车胎有冇气啊。要 check 啊，有味咁样啊，咁佢就话有味，咁啊要搵笪地方吓，要处理啊，咁佢就话个太太即系我哋校友，就话已经两日冇噶啦，呢次啊谂谂都系爆晒出嚟噶啦，都系咁样啊，吓咁但系冇理由喺礼堂，我哋学院礼堂嗰度咁样爆晒出嚟嘅，好多人喺度噶嘛，咁啊去我宿舍，我宿舍就喺礼堂附近几步路嘅啫，去我宿舍。咁喺食饭台嗰度摊开嚟，哇！真系逼晒出嚟，旁边都逼晒出嚟。果然系两日冇去，一礼嘅时候不同凡响。啊！我真系晕咗啦，好彩晕嘅，我其实冇晕啦吓，争啲啫。佢哋冇晕嘅，佢哋就若无其事就做嘢啦。两公婆就落手落脚，你做。两个人已经有个 set 嘅步骤啦，你负责嗰部分，佢负责呢部分，完咗之后呢就去边度走，啲嘢仲要洗，又逼咗出嚟，衫都揩埋㗎嘛，咁有啲嘢要洗呀之类之类。咁我呢就去旁边度观察啦，旁边度个味道一路享受緊个味道。佢哋嘅心情对住个 BB 同我系唔同嘅。个爱嗰种心系因为属于佢哋嘅。所以佢你两公婆就服侍个 BB, 有归属，有同埋一个家庭嘅感觉。起码如果讲服侍，最起码你唔好讲喺外面服侍啦。最起码喺教会里面彼此弟兄姊妹服侍，系喺呢度我哋要操练自己对弟兄姊妹之间嘅爱心。但唔单止系咁样，主耶稣喺呢度话系其实系约翰自己加落去对主嘅理解，佢话第三节，主耶稣知道父将已经将万有交喺手里面，而且知道自己由神嗰度嚟，又要去神嗰度，时间无多，
同佢服侍做呢个 show 咧，都有原因嘅。因为以前门徒都嗌个交争第一嘅。你其他三个福音都有记载，不过呢样福音就冇记载嗌交争第一嘅事情，反而咧系记载耶稣同门徒洗脚，其实个情况个情景咧系差唔得几多嘅。诶，马太、马可、路加咧都记载咗，都系去耶路撒冷路上或者入咗耶路撒冷期间咧，佢哋喺度争嘅，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咧时间差唔多，时间差唔多，我哋主，我哋夫子要做嘢啦。一做嘢嘅时候咧，我哋就系威系细噶啦嘛，系咪？跟住嚟就系为嗰日噶嘛，所以仲有虎妈都参与其中啊。啊，因为你知道，唔单止十二门徒，有其他嘅妇女都系支持耶稣工作，包括其中包括系约翰同埋雅各嘅妈咪，啊呢、这个虎妈嚟嘅系，啊虎妈就话，即系我哋香港而家，其实系中国啊，全世界都有啲咁嘅现象啊，仔女大啦，去考试陪佢去考试，去入大学陪佢入大学，搬入宿舍，去大学毕业见工，哦一齐上去。公司嗰度见工，同人事部同佢未来个老板，直情系出声同个老板讲嘢添啊！啊，我要为我嘅仔女咧系讲几句说话，即系虎妈系咁啊，去到尽晒。咁约翰雅各嘅妈妈咧，又为佢哋两个喺主面前讲嘢，话最好咧将来德国嘅时候，你一个咧左一个右，因为你知道我呢两个仔系好叻噶啦吓，为你系扑咗扑心扑肺扑命咁样去做嘢啦，因为。约翰雅各有个花名噶嘛，我要知道系咪叫雷子啊？即系如果你话彼得系冲动嘅话，彼得其实冲动，但系可能都有啲脾气嘅。但系始终咧个花名系俾咗约翰同埋雅各嘅，所以咧打交啊，要打交，可能咒助啊，叫啲火落嚟烧死啲撒玛利亚人嗰度咧。喺路加福音里面就系呢两个讲嘅说话嚟嘅。啊，我哋两个行行先噶，你睇我呢两个乖嘅，行行先噶，冇死到吓。咁但系咁将来应该主你应该俾个好嘅位置俾佢啊，所以呢咁嘅情况系发生过嘅，系主耶稣喺嚟到呢度知道佢时间无多，以前教导过佢哋嘅，但系硬系心里面觉得咧有啲嘢仲未，佢哋仲未 get 到，佢自己都话噶，你而家都未 get 到都唔会明噶，但系都要做一次，有个 impact， 时间短，但系时间短都要做嘅。唔好话时间短，你就做呢件事都唔知有冇 impact 嘅，唔做啦。时间短要做，而且时间短咧，主耶稣就发挥创意啊！这个真系创意，做 show 要有创意噶嘛，做咗咁样嘅事情。我细个嘅时候睇一次睇西片咧，就系小学三年班，咁好重要嘅嗰、那个嘅事件对我嚟讲咧，就都系一个生命上面一个路标，一个里程啦，可以话。咁三年班就去。第一新平第一出西片，就去丽宫戏院啦。啊，丽宫戏院你话吓，丽宫戏院新蒲岗嗰度啦，当然系大家知道啊。好似有我啲咁嘅年事嘅人咧，都会知道啦。当时系亚洲最大嘅戏院啊，我谂里面大过呢度嘅，其实系起码感觉上几大啦，虽然黑掹掹入到去啊。咁系我对面住屋村啊，嗰阵时系对面嘅哥哥姐姐咧，有一日唔知做咩嘢，带对面个细路三年班。就去睇戏啦，师奶，张师奶，我姓张噶嘛，咁叫俾个仔同我哋睇戏，咁去睇睇边出戏咧？睇薛尼波特嘅《桃李满门》，To Serve with Love 喺丽宫嗰度睇。咁三年班，一句英文都唔识噶，唔好意思。而家啲三年班，啦声噶啦，啲英文普通话又啦啦声噶啦，好劲噶。我三年班睇字幕就跟唔到啊，都跟唔到噶啦。咁但系明喎，你净系睇完嗰出戏之后明喎，喺我印象里面咧，系一路都流传个印象，而且对我将来用咗教书啊，教书后来仲发生好多嘢，对我有影响嘅。咁但系第一个我记得嘅影响，我能够系话呢个的确对我身上有影响，就系睇呢出嘅西片，系讲到薛尼波特大学毕业即系出嚟搵工。就想喺政府嗰度揾份 engine， 佢读 engineering 嘅，读机读工程嘅，咁一路都未有消息，咁梗系要骑牛揾马啦，系咪？咁所以咧又申请间咧系喺伦敦呢个唔系几好嘅区，有啲 band 以前叫 band 5，而家 band 3底啦，嗰啲学校，佢自己一个黑人就去一个 band 3底嘅学校，唔系标签嘛 ，band 5同 band 3都系标签嚟嘅，其实系我又唔系几明啦，你将佢变做3就唔系标签咩？都系标签嚟噶嘛。所以应该拆晒佢，又唔使标签啦。无论如何，教班学生系骑牛揾马，佢谂住一年啊。如果一个学期上政府有信嚟，我都走噶啦吓。不过呢个叫做系要交租噶嘛，大佬要食噶嘛，咁所以都要揾份工嘅。咁佢去啦，
所以出片里面咧就讲佢嗰年里面点样教班学生。嗰年里面佢自己受到好大嘅操练嘅。咁但系一年长嘅时间，一年落嚟之后，佢改变咗班学生。唔单止佢改变咗学生，学生都改变咗佢。其实佢自己都改变咗。我哋嘅主，我哋话神学上话唔需要改变。但系喺我哋自己本身嘅服侍里面，你要发觉个过程里面系改变我哋自己嘅。一年里面，佢教班学生透过好多嘅冲突，好多嘅事干，教佢哋点样尊重自己，同埋点样尊重人哋。一年落嚟，咁最到电影嘅最后，当然就系毕业啦，嗰班毕业班嚟嘅，咁毕业啦。咁嗰班学生仔毕业之前嘅一个 party 上面咧，就作咗只歌送俾薛尼波特。咁佢哋歌就系 To Serve With Love 啦，就系嗰出戏嘅名啦 ，To Serve With Love， 好听嘅只歌，好感动。咁仲未完咯，咁啊 ，OK party 完咗啦，咁啊学年就快完啦。薛尼波特最后嘅镜头咧就坐喺 office 嗰度，有封信嚟，政府嗰封信吓、等咗好耐嘅工程师嗰封信，卒之。是到咗啦，去睇封信到啦，话你几时几时可以去部门嗰度系开工啦。咁但系嗰阵时候咧，佢 office 就冲咗啲细路入嚟，由下一班啊，下一届嘅啊少不更事嘅同学。咁佢睇一睇封信，睇下班学生，跟住佢就将封信搣咗，继续教啦，即系话系咪？尽在不言中。咁啊。一年嘅时间都唔系好多时间嘅，一年你真系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哋服侍啊，做服侍嘅好多时候咧，真系蜻蜓点水嘅啫嘛。你系喺呢度做完就走噶啦，跟住有其他另外嘅同工、另外嘅弟兄姊妹接上去噶嘛，系咪？你话接触真系好少嘅。我哋教书嘅，如果你话好似薛尼波特咁教书，你做班主任可能时间长啲，咁一年跟住佢升咗去第二班，又俾人系接替啦。一年嘅时间做到几多嘢啊？一年嘅时间，薛尼波特当然系场 show 嚟啦。薛尼波特系改变班学生，但系场 show 系改变咗一个人嘅，嗰个人就系我啦。两个钟头嘅啫，唔使一年，坐喺度两个钟头就改变咗我啦。三年班嘅细路仔就系因为一场 show 开始有个印象，觉得咦教书几好，唔系教书几好玩啊。其实我睇嗰出嚟都知道教书其实唔好玩嘅，教书有意思嘛。嗰阵时知道边度知道教书系咩一回事咧？对啲老师都唔系咁中意，老师就系罚我，因为我比较多嘢讲啊。上堂嘅时候又罚留堂啊，三年班罚过留堂啊。留堂嚟嘅留堂嘅时候，妈咪走嚟接我啊，都唔知同老师几好倾，我就喺度喺教师房外面企咗喺度。有一次仲系坐无影灯，嗰阵时都兴呢啲嘢，而家唔兴嘅，而家系冇得咁做噶啦。咁妈咪同老师又好倾啊，好唔好意思咁样样啊？所以时间长短唔系一个 issue 嚟嘅，你服侍系个态度上面嘅问题。你接触好短嘅时间都可以系服侍到人。事实上咧，正因为时间短，你更加应该去把握服侍嘅机会，好似主耶稣呢度所做嘅一样。佢话就快走啊！所以点样先至能够将呢个信息带到俾班门徒知，俾班徒弟仔知咧？就做一场 show 俾佢哋睇。但系唔单止系咁样样，喺度主耶稣拣咗奴隶所做嘅事情咧，系洗脚。咁奴隶做好多嘢嘅，奴隶煮嘢食都系佢噶嘛，喺厨房都系佢哋噶嘛。咁耶稣识唔识煮嘢食啊？识，即系冇乜点讲个耶稣煮嘢食啊嘛。咁耶稣复活咗之后，都系约翰福音啊，喺廿一章嗰度喺海边嘅时候啊。门徒要打鱼打得好辛苦嘅时候啊，耶稣就喺海边天蒙光嘅时候就煮啲烧啲鱼嚟食。咁佢又唔揀嗰啲揀洗脚，因为都有个洗洁净嘅意义。咁你会发觉服侍，你用心嘅服侍喺主里面服侍呢系有洁净嘅功能喎。即系头先讲薛尼波特有洁净佢班学生嘅功能，亦都洁净咗佢，系将一啲嘅嘢 purge 清除咗嘅。个人系变咗嘅，藉住一个嘅服侍，甚至有时可能个服侍系无意嘅，但系你接受服侍嗰个都可以被改变嘅。我 form three 嘅时候，咁就三年班去 form three， 六年之后啦，咁啊编系编委嘅时候咧，阿 Sir 咧就编咗我坐喺个班长隔篱，又唔知系咪由我
都中意讲嘢啦，就搵到班长及住我咁样吓。咁同好多细路仔一样，唔系所有啦，好多细路仔一样。咁我喺高小到初中咧，都系有唔同嘅反叛时期。咁反叛系用好多唔同形式表达嘅。我咧就讲粗口，屋企唔讲噶，教会唔讲噶，啊，我翻到学校先讲，男校尤其是系。咁啊讲咁几年啦 ，form three 啊，咁啊编咗喺班长隔篱，班长基督徒嚟嘅，我哋到今日我哋都系一年都聚一次半次嘅啊，唔经常聚。佢而家系个医生嚟噶，咁啊，我又唔知有心定无意，我唔记得当时候谂紧啲咩嘢，嗰个动机系点样样啦。咁又我净系记得呢件事，我记得嘅，佢唔记得噶啦，佢我同佢讲翻，佢话吓唔记得，我记得。咁啊。我问佢，我就邓几个字出嚟，系叫粗口嚟嘅。我问阿蛋，你姓邓噶？呢个系咪粗口嚟噶？我讲句粗口，问佢系咪粗口？我唔知为咗咩挖苦佢啊，咩咩试探佢啊，等佢重复嗰个字。哦，你都讲粗口咁样，定系点点样啊？我唔知啊。佢又话阿 Sir 张文康讲粗口啊，引诱我讲粗口啊，佢又冇告我。嗰阵时仲有告呢回事啊！而家好似都唔兴呢啲嘢。佢又冇闹我，黐线！佢又冇唔睬我。佢话张文开呢个系粗口嚟嘅，就系咁简单啫，就系咁简单。喂，阿蛋呢个系咪粗口嚟噶？张文开呢个系粗口嚟嘅。咁系啊，咁我嗰阵时开始咧，由嗰日开始咧，哇，就好似系急冻咁样，一声啲温度急冻，其实我讲粗口嘅次数即刻急坠。咁唔系话第日即刻唔讲啊，好似戒咩瘾咁戒啫，而系话喺一段大概一个月嘅时间里面，我由经常讲粗口到基本上冇讲粗口，就系、是、因为佢一句说话，佢洁净咗我。唔理我当时候嘅动机系点样玩佢啊，挖苦佢，定系好认真，我真系唔知呢个系咪粗口嚟噶，唔该你话俾我知啊，咁样。无论点都好，佢咁一讲，佢做嘅嘢喺我身上。就改变咗我，洁净咗我，好似主耶稣话：你洗脚，我洗你嘅脚，洁净嘅。如果唔系，你同我冇份。唔好系嫌你嘅服侍系好轻骑。事实上咁样嘅做法咧，你几乎要将服侍变成一个习惯啊，嗰种嘅态度。即系有时你做咗，你都唔知道嘅，人哋系会感觉到。会被影响嘅。喺呢度，主耶稣基督嘅服侍都好明显有颠覆嘅味道、颠覆嘅意味啊！主耶稣系做大嘅，佢走去服侍系班细嘅学生。咁系，所以主耶稣呢个咁嘅 show， 某程度上真系向啲大嘅讲嘅话，呢度大嘅要咁样做啊，系颠覆咗即系你唔好系大虾细啊！因为我哋而家嘅世界上面嘅文化系大鱼食虾，虾食沙㗎嘛。咁老大就话我系鱼你系虾我食你你呀、啊、食沙啦你。系咁样㗎嘛。咁所谓颠覆呢就系话将个常态将世界里面社会上面运作嘅常态将佢扭曲佢。主耶稣话你要学咁样做。之前你教导上面主耶稣系明讲过㗎啦。如果你睇路加福音第22章，大家唔使睇，我读出嚟俾大家听。22章24节之前嘅呢、这个都系逾越节，逾越节同类似同一个类似嘅环境差唔多时候嘅。24节门徒起咗争论，我怀疑呢到咗最后都系因为呢个争论耶稣再洗多次脚俾佢睇。门徒起咗争论，佢哋中间边个可算为大，即系想做大嘅。耶稣话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佢哋。个掌权管佢哋称为恩主，但系你哋唔可以咁样，你里头为大嘅都要像年幼嘅，为首领嘅都要像服侍人嘅。系边个系大嘅呢？系坐席嗰个啊，定系服侍人嗰个呢？唔通唔系坐席嗰个咩？然而我喺你哋中间，却系如同服侍嘅人。咁所以主耶稣要颠覆紧系一个常规，这个常规呢系社会上面运作嘅常规。细嘅梗系要听大嘅啦，喺某啲情况之下，都系唔系例外嚟嘅。即使屋企爹哋妈咪锡妈咪锡嘅仔女，都系要听爹哋妈咪嘅，系咪？都系要听嘅。咁嚟听啊嘛。
但是在这里个常规被主耶稣颠覆了，你是要服侍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小的说、啊、是好啊好啊好啊，啱啊，对啲大的讲啱啊，我就成日都会俾大的受气。咁啊，职场的老板，唔好意思，你会继续受气的，因为佢唔信主，亦都唔识呢啲嘢，唔会接受呢啲嘢，佢哋系生活喺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咁但系我哋都唔好咁开心住做细嘅，都唔好咁开心住。正正就耶稣同边个讲噶？同班门徒讲啊嘛，门徒个个都系细噶嘛，因为佢哋想细嘅，其实有细嘅政治现象，佢哋个个都想争做大噶咯，就系喺细里面做大啊嘛，人性嚟噶。而且圣经里面从来都冇话啊，主耶稣同埋圣经里面都讲啊，大要服侍细嘅，啊要苦就卑微嘅人啊，唔好自气高大。但系从来都冇话细嘅唔需要听大嘅、哦，圣经里面啊，明白啊，有讲大嘅要服侍细嘅，但系从来都冇讲过细嘅唔使听大嘅、哦，颠覆某一部分嘅嘢啫，另外一部分系冇颠覆到、哦，所以我哋唔好咁快起义啊，搞革命啊，啱啱啊，你嚟服侍我，然之后啊，我唔使听你啦，后面嗰度冇噶，错噶，咁但系你要留意。吊诡的是耶稣怎样颠覆这件事先？耶稣是正正就是用世界上面那个权力的结构来到颠覆世界上面权力结构。即是你可以想象可能是雅各或彼得最小的或者约翰有一天呢就突然间是心血来潮就跟其他的十一个门徒说喂不如我洗大家只脚呢我今天 feel like it, 有 feel, 我想服侍大家。成班友仔就话：，黐线嘅，我洗你脚啊，然之后你学下我俾钱洗脚，黐线嘅，细嘅冇咁样嘅把炮能够叫其他人学习嘅、哦。耶稣叫门徒，哇，呢个系我俾你嘅榜样，系以咩身份嚟到讲呢句说话？正正就系以大嘅身份讲嘅，佢系喺个权力嘅结构里面。佢系嗰只 top dog 嚟嘅，佢系食物链里面最高嗰、那个，起码当时候坐喺度食物链食好多嘢，最高嗰、那个向班细嘅话，你要学我，但系学咩嘢啊？就正正好似细一样咁样嚟到服侍，好吊诡嘅，呢、这个就系耶稣功名之处。你做大嘅，大家都明白，做大嘅之所以系大，因为佢有好多嘅空间能够做到嗰啲嘢咧，系细嘅。做唔到嘅，细嘅冇咁嘅机会，冇咁嘅人物，冇咁嘅资源，冇咁嘅认识，冇咁嘅空间做，正正就大系可以做到，所以大系能够以大嚟到系做佢服侍嘅工作嘅，记住系服侍，唔系好似喺路加福音第廿二章主已经讲过，世界上面做主嘅、做恩主嘅、做官嘅系呼呼喝喝，细嘅总之听就系啦，佢唔需要服侍细嘅，仍然系服侍，但系系用你嘅位置，正因为你系大啊。你识嘢啊，你高啊，你系能够有服侍嘅空间，系其他人系未必有嘅。呢样嘢先至系最大嘅颠覆。你要谂清楚，哦，原来有个咁高嘅位置俾你，正正就系你服侍嘅最好机会。好多细嘅都冇咁嘅空间嚟服侍咯。你唔用呢个机会，咁点啊？点算啊？点用啊？呢、这个就你自己嘅创意啊，就要睇。都唔单止系咁样。主耶稣话你我做呢样嘢系一个榜样效法啊，叫你嚟到系效叫班门徒要效法佢，要跟我咁样做。咁知服侍系某个程度上系将自己摆出嚟做人版啊，无论系招待企喺度啊，收奉企，人哋留意你，人哋睇你噶嘛，你系摆出嚟做人版噶，你中意又好，唔中意你话唉唔系唔系。我服侍唔想俾人留意，唔想俾人睇嘅，系服侍唔能够咁浮夸嘅，唔会咁出嘅。我都系啊，弹钢琴都系自学五级啫，不如俾个啊名师演奏级嘅去弹得噶啦。都系唔好啦，我都系冇咁服侍，要收埋啲啊，都出嚟好唔好睇嘅，俾人一比，哎呀，都唔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嚟嘅。咁样服侍法有个更加好嘅，能够更加大会进入个过程里面嘅之类。不过。主耶稣喺呢个咁嘅 show 里面有提到技术性嘅问题咩？你唔掂啊，你五级咗，人哋八级，唔该你借咩？主耶稣话洗脚啊，记住技术上面我哋一定要洗干净啊，嗱脚缝里面脚趾罅之间嗱咁洗嘅，即系我而家自从沙士之后学识洗手啊，要啲指甲都要喺手度洗，
要手指啦，要十秒钟咁样啊。主耶稣重视技巧上面嘅 issue 咩？重视服侍嘅技巧嘅问题咩？嗱，唔系话技巧唔重要，但系喺呢度起码主耶稣做 show 嗰个嘅 point 唔系技巧上面嘅问题啊嘛，而系态度上面嘅问题啊嘛。因为全世界都唔做嘅，所以我哋都本来都唔想做，点解要咁做先得噶？吓，梗系我做大嘅，有咩理由要服侍啊？系态度上面嘅问题啊嘛，咁就唔系技巧上面嘅问题。所以就算你技巧冇乜，一样可以做人哋嘅榜样。服侍某个程度上，你必须要想人哋抄你、效法你，咁样嘅服侍先至最终系有意思嘅。因为你做咗一样嘢，你唔好学我，唔好学我，唉，都唔好抄我，唔好睇我，咁你服侍嚟做咩？你对人有益处，咁你咪想人抄你，以致更加多人有益处咯，系咪啊？我哋做人一次，但系唔系，因为其实唔掂嘅，唔好学，唔得噶嘛。呢个正正系耶稣另外一个你要话佢系颠覆之处都得噶。我谂，我希望啊，今日读呢段经文都颠覆你对服侍嘅睇法。服侍你出嚟服侍就系要人抄噶，要人效法嘅。中意又好，唔中意我人哋睇到嘅，但系最好你中意我喺态度上面校准佢。以致人哋效法我，中文话抛砖引玉，某个程度上真系咁样样嘅，系一个榜样服侍。每一次企出嚟嘅服侍都系一个榜样嚟嘅，系要于人有益，以致咧系让更加多人参与嘅时候咧，就更加多嘅益处。好似系哥林多后书九章嗰度讲，系令到更而且仲会更加多嘅感谢出嚟咧，系归于上帝添。因为一个人奉献，临后八至九章是讲哥林多人奉献的事情，因为人的奉献，因为你的奉献，更加多人愿意奉献，那那个感谢的就更加的增加，对上帝的感谢就更加的加添。所以是要对人有影响，对人有影响不只是不单只是服侍里面那件事本身对对方服侍的受众有影响，而是对其他观察的人都是一个榜样，这样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主耶稣是在做一个 show， 一个很重要的 show， 一个是充满是教训的 show。 我们都有空间做 show， 你不是天天做 show， 但是都有空间做 show。唔系出于要表演，我哋表演欲；唔系出于要掩饰，因为做 show 正正就系想冚我哋里面一啲某啲嘅嘢，而系要去服侍，要去影响人，要去喺呢个世界上面，始于自己嘅教会啊，由自己嘅教会做开始，成为主耶稣忠实嘅见证人。我见证过主做呢样嘢，我自己去试。真系好似主咁样 on work， 主耶稣话咁样做就有福啦，有福气嘅。我自己经历过福气，亦都为其他人带嚟福气。我一齐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你喺创世以先为我哋预备我哋嘅主嘅羔羊被宰，佢点样？降生为人，成为服侍众人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文化的里面，求天父也都帮助我们是懂得怎样在教会里面建立你自己国度的文化。外面的事真是不到我们管，但是教会里面我却是求天父让城镇的众同工弟兄姊妹，让香港其他的教会众同工弟兄姊妹，让世界上面教会属于你的人，呼求你名的人，众同工弟兄姊妹，都是能够是建立起你自己国度的文化，能够在一些位置上面是颠覆社会现存的文化，能够说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主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属于主你自己。求天父你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名求，